姥姥，你200块买这么大个足球啊？臭小子，这是吃的，不是拿来玩的。我没听错吧？这怎么吃啊？你就看好了吧，然后肯定就知道神奇了。好难洗啊！把这个黑色的皮去掉。姥姥，这刘伯伯怎么这么大呀？这都不知道啊？他吃饱了撑的呀。给他焯下水。毛肚一定不能烫久了。准备点配料。哇塞，姥姥，这刘叔还能做这么多菜呀、看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。毛肚加进去煮1分钟就好了。好香啊。这牛肚味道真不错啊，比火锅还好吃吧。